设立这个守护员专座呢，我觉得是非常赞同的，我觉得是非常好的。今后呢，我就觉得上班更加的安心了。作为一名乘客，如果我坐在公交车上，如果有发生这个乘客跟驾驶员有纠纷的这种情况，坐在这个位置上，我们就有责任去调解这个乘客他跟驾驶员的这个纠纷，然后要保证咱们一车人的安全。